有氧运动是整个身体非常重要的环节，它可以加强你的肺活量，增强你的肌肉，让你血液循环很快到达身体的每一个部位。如果你想更健康，加上你健康的饮食 Fitness 有氧运动，我们还要有力量、平衡 stretching 伸拉。如果你都做到了，那么来干杯，为我们将来活到120。 Cheers。